五公菩萨相传是济公的分身，阁有一个讲法是五公菩萨毋是济公，但降价办事的时阵，因为知影五公菩萨的人无多，才以济公的形象现身。24号是五公菩萨的圣诞，何必等乌来里潘富新段举办宴席，何必等让阮浩爵嘛到场参与。新段顶将奉为高雄六股车转来五尊菩萨，信众虔心上香。有咱六姑哦，天台山咱济公师傅的分身哦，就是咱五公菩萨诶，圣诞千秋啦吼。啊，今仔日看到咱侪侪咱这注意大家来甲咱敬仙啊，我相信咱五公菩萨会当安尼庇佑着咱境内大家合家平安，啊嘛保佑着咱所有的人会当安尼事业发展昌隆。相传上岛边的是四师傅，为宝地回向转世，又搁称宝公菩萨。道里的李师傅为合伙罗汉转世龙宫菩萨，中是大师傅是行龙罗汉转世济公本尊李修缘，正一的三师傅为空宫菩萨，上正边的是五师傅达摩祖师转世化宫菩萨。五龙六姑天台山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又来是五个师傅，甲咱搭交，伊这拢搭交遐嘛是稳定的，哦，这都是咱厉害。咱咧即个六姑家的菩萨，啊来出家去的，啊也清修。五尊菩萨来源甲年代拢无共款，为三个看到隋朝，但是有两点算是拢共款。第一是五尊神明祭祀时阵拢是济公打扮，第二拢介意请信众以酒供奉，为保的秘鲁到高的58度高粱，伊拢爱啉，就是安尼才予信众感觉五公菩萨就是济公的化身。新中华新闻李明宏何必采访报道。